今天是我们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小米田的一个庆祝仪式哈。那最主要的，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我们的陈静主语班以及我们的幼儿园的其他班级。现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庄重严肃，因为这是原住民很重视的开播祈福仪式，目的是为了希冀明年能丰收，所以要请到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为这场仪式加持祝福。这个是播种以后一定要圆满。刚才所种的有四样，第一样是小米，第二样是萝卜，还有铜欧，第三个、第四个是 tomato。可是刚才我许求的第一个我要求的就是我们的上天，第二个是这个地在管的神，第三个的我要祭拜的已经走的长辈，给我们这些所播种的长得很好。以前我还在乡下的时候，小米差不多有两尺长，现在的小米在这边种都好短啊，可能都很少去祈求这个上天吧。拜小米，塔拜就是小米的意思，塔拜就是小米的意思。这个播种祭的仪式是在过去原乡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教育，那我们的头目对我们都会区的小朋友能够来做认识我们原乡祖先留下来的一个文化教学，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播种祭的仪式。谢谢大地神，谢谢，热烈掌声。主持仪式的头目说，以前小米和地瓜是他们的主食，萝卜也是常种的作物，而这祈福过程就如同汉人平日敬天谢地的心一样，只是学校要将原乡的精神透过今天的仪式，让学生们从小认识和接受原乡的文化。他们也是从原乡来到我们这个都会区，在这边生活，在这边学习，那因此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到我们原乡孩子们本身在原乡的这样的一个小米田一个播种的这个祈福。那我们的其他幼儿园的同学们也一起来观礼，一起来参与，从他这个整个仪式的一个过程之中，他就从中去学习到，他也发现大人们是这样子一个虔诚的心情来祈求敬天敬地，那孩子们从中去学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教育，它也是一个传承，一种文化的传承。收成好不好，就看之后大家如何用心照顾这片农作物，以及同学们祈求的心意有多虔诚了。都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拿好了没？好，来，好，再来，再来。完成了祈福活动，小朋友又回到幼儿园，接受沉浸式族语学习。至于什么是沉浸式，就像有人全美语上课，而在丹凤国小内，校方借由全族语的上课方式，让小朋友全面性熟悉原乡特色。我爱喝娃娃马勒嫩，早安，谢谢，好嘞。我想要大便呢。丹凤福友就是采用抽离式的方式，就是每一班的原住民抽离出来，然后早上的时间到这个沉浸式教室来沉浸，完全用那个阿美族语来沉浸。这个好处是说，中午的时候回到班上去跟小朋友一起用餐，然后进行下午的学习区活动的时候，跟普通班的小朋友会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他们不会有隔阂，他们会觉得说，就是我们的一员，不会说有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而且我们可以把原住民的文化也带到汉人的小朋友方面，对，他们也会跟着我们学习。主任说道，其实很久以前，许多在城市打拼的父母并不想让小朋友学习原乡文化，就是害怕被贴上标签，所以希望孩子和汉人同学一起上课，除了让彼此起跑点是一样的，还可以融入平地生活。就觉得说他们到都市来就是要打拼的，就是要跟上主流的教育，他们不想要再被拉出来去学原住民的事情，他们要学那主流的课程。那经过我们就是跟家长沟通说，你们我们的本根本不要忘了，那其实我们原住民有很大的优势啊，我们的语言就是一个优势，小班一进来就是全族语了，那小班的小朋友进来可能说听不懂，然后但是呢借由儿歌，我们有编了自己的那个班歌，我们这一班的班歌，那小朋友就借由儿歌或者数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族语的那个儿歌，然后借由那个儿歌，小朋友就很快的朗朗上口。所以我们小班的小朋友虽然不能进行对话，可是他们听在耳朵里面，然后回去呢，即使连洗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啊、那玩的时候也是朗朗上口，那久而久之他们的语言能力就进步了。我们老师会设计一些学习单，也会录音，有录音档让小朋友带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学习，那小朋友不会念，妈妈爸爸也不会念怎么办呢？没关系，他们会请教阿公阿嬷，那阿公阿嬷看到孙子哇对自己的文化那么有兴趣，也很高兴的搂着他们了，哇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对，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孙子小朋友就一起学习，全家都一起把这个文化都带起来了。沉浸式教学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几年下来，同学们没有因为原住民身份而受到不一样的对待，也没有爸妈以前担心害怕的事情发生。主任虽然欣喜这样的改变，但还是觉得都市中能接受原乡教育的学生人数仍然不多。我觉得这个风气就是应该要再加强，因为有很多都市型的那个原住民都不知道说要来我们沉浸式族语教学，所以很多都散落到各地，那我希望借由我们出去宣传老幼共学或者是媒体的那个宣传，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幼儿园或我们丹凤国小有进行原住民族的文化，希望他们都可以来这边一起学习，把我们的那个文化一直传承下去，不要再断续。因此学校选择主动出击走入社区，让社区民众可以了解学校的推动成果。其实我们的能见度比较低，那我们如果能够走出学校到外面来，一路经过那个公园马路，大家都看到我们穿着这个原住民的服装，就会认识我们。来到文件站，这里不只可以遇到很多阿公阿嬷，还能跟他们学到许多生活知识，这就叫老幼共学，而小朋友们也会唱跳来逗他们开心。长者会觉得说就把他们当作好像自己的孙啦这样子，像有的阿公阿嬷他们也会想说啊，我的孙啦也要来
曾经是这边上课，就是才会学会我们原住民的母语这样子。玩游戏时，阿公阿嬷偶尔穿插着族语和小朋友们说话，虽然他们可能听不太懂，但从生活中学习语言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且从活动中能感受到他们很喜欢跟孙子辈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同乐。这些长者有些就是可能他的孙子都长大了，或者是有些没有孙子，然后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互动，这也有小朋友很可爱的那个行为就融化了他们的心。长老们都会牵着小朋友，就是他们已经都跟他们关系很好了，然后把他当成自己的孙子，让他们就是再重回那个祖孙的那种感情。让我们重温这种跟孙子在一起的那一种时光，我也很怀念。我的孙子都很大了，希望常常有这种的活动，那个相连在一起，我也非常的高兴。我头一次参与到这样的那个，因为我刚刚离开工作岗位，来参加这个五建站的课程。小朋友都很越来越会讲，比如说就是帽子啦，就是嘎凤，还有一些像猪肉啦，就是喜肉这样子，他们都会讲。还有阿赖，就是谢谢，一些这些他们都很会讲。这样的情感依恋，少说快十年，让丹凤国小跟社区互动愈加紧密。加上课程设计多元，因此获得不少教学上的成绩表扬。办学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好像是来到一个位置点，但是我们那个初心，我们那个起心动念，最主要是分享，最主要的是让在都会区生活的这些原住民的朋友们感觉到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没有离开他的故乡，这里头还是他的故乡，他的家乡，让他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学习是非常快乐的，生活是非常快乐的，他没有离开他的原乡，好像跟原乡跟我们都会区是连成一气，是连在一起，这就是教育。学校善用空间，打造原乡环境，也在教学上力求原汁原味，同时在发展同学个人兴趣或技能表现上，原民社团是让丹凤国小走出校园和世界接轨的一扇门。因为结合舞蹈和歌唱是原民团的特色，所以时常担任外交角色，外出表演和推广，而一出师总是无往不利。我们的家长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办的一些活动深深的被感动到了，他们却看到他的孩子在这个地方曾经的一个族语班里面学习。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甚至有汉人的妈妈，她不会讲阿美族语哦，可是她却愿意去学去参加认证，族语的一个认证。所以他的孩子这次也得到我们这个原民会的一个奖励。这边是高丽城。好，OK。来，其他人，我昨天帮你排的位置，请你排好。1234567，1234。几次的校内外表演，让大家更感受到属于原住民团结热情的本色。而现在不止家长会主动参与校内的主题课程，就连老师加入原民团后也发现自己的改变。
团队非常的融洽，会看到说，他们都认识，因为可能是堂兄弟姐妹或者是兄弟姐妹，所以就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团结，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所以当我加入的时候，一开始，对，那后来我自己其实慢慢的学习当中，我也自己去考了足语认证的考试，对，就阿美语的海岸阿美的初级考试。对，那就是想要挑战自己，让自己说，我在这边学习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他们的文化，那我想要挑战看看。当然我也通过了，对，在去年的时候通过。对，所以其实我喜欢在这教他们这一块当中，我自己也可以学习，不是只有他们学习，对，我也在当中可以学习到他们的歌谣、他们的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音乐下咚咚咚叮，将近六年或九年的沉浸式教学，维持一脉相承的主题课程，让同学们熟悉原民精神，并逐步提升自我认同，莫忘根本。他们一开始也是在沉浸式幼儿园长大然后上来的，那其实我们想要成立这个团队也是想让他们有一个传承的概念，所以我们从小一就让他们可以进入到原民团，对，然后一直到小六，对，那很多学生他们都是慢慢的成长，从小一，然后可以看到他们，本来跳舞可能只有一点点，或者是说没有的这么的厉害，到了现在小六，他们可以站在舞台前面展现他们自己，对。好，来，请你把你的笑容送给谁？伊娜。对，来，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文化课程，我们有老师会教射箭，像比如说我们有参加戏剧比赛，我们有参加歌谣比赛，那我们也有参加舞蹈比赛，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小孩有无限的潜能，那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知道说，原来他们的文化不是只有跳舞或是唱歌，其实原民团它就是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知识。现在中高年级学生都有基本听写的能力，甚至也敢开口和长辈对话，有时回部落大家也很讶异他们的成长。老师，我昨天跟我的阿公阿嬷用祖语对话，对，然后他们就很，然后他们就看到他们阿公阿嬷就是会心一笑的那种感觉，说，原来这个学校也有在教祖语，我就觉得很棒。这样子，我觉得家长的投入也蛮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协助，老师是对主要教授祖语文化这方面，那父母亲家长可以协助，就可以补充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我们家族。我们的族群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文化跟习俗，我觉得就是相辅相成，对啊，我就是两互相学习，这样也可以从家长的身边学习到这件事情。这是我帅我已经加入原民团三年了，因为我想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加入这里可以认识很多的传统歌谣，还可以认识一些很多的原住民朋友，这是来自台湾族的衣服，然后这是自己家里自己制作的，有些是太阳的形状，或者是有些是百步蛇的形状。另外一年一度的校庆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同学们展现自我的最佳时机，所以穿上属于自己的原民服饰表达祝福。而校庆这天，不少社区家长也会来到校内协助表演同学的穿搭，相信这样手把手的指导，没有人会忘记。我在告状，都是父母的。翻转教育要从这一代开始做起，
因为族群融合要看得见，从小的身教言教显得十分重要。像素贞妈妈就一直是最支持沉浸式教育的家长。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爸爸会担心到说，不要让他人家知道说是原住民，就是因为怕孩子也跟他遭受到一样，从小的，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言语上或是什么，他很担心，所以不太愿意让孩子接触到这一块。但是真正接触到之后，就看到孩子的成长，孩子的不一样，跟孩子的自信跟他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已经翻转了，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孩子是有自信的，不再是跟他自己以前小时候担心人家觉得我的身份。妈妈是汉人，我不会嘛，那我就谢谢啊，最基本啊，谢谢啊，阿赖啊，什么这些，其实爱好啊，这是最基本的。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就孩子就回来是，其实是孩子教我，然后我才跟着孩子学习，到学校当志工，跟着他们一起学。我不会逼孩子学校多，但是生活用语的话是一定他自己要会的这样。原来之前主任说的的确有发生在爸妈身上，难怪他们会担心同学被人贴上标签。像以往也有过身份认同疑虑的小婷老师，就会用过去的经历告诉下一代，无需怀疑自己的身份。是他们就说啊，你就原住民啊。我一开始我会退缩，但后来我发现不对啊，我是原住民，然后我怎么了吗？我没有爱到你们啊，我不是华纳，我是原住民，原来就住在这边的原住民，而且我是阿美族，我很骄傲。我的骄傲不是说我很臭屁，我是原住民，不是哦。我身上流的是有文化的血液，所以在族语这一块的部分，我比较就是希望，就是不管他是从小一直到国小到国中高中，你就是在这个族语的路上，即便你遇到困难，不会说没关系，回来我们可以再复习，然后你也可以回到教室，我们就说娃娃班是你们的那个，像人家说的熬到处。对，他们就是你们不会还是什么有困难，你们还是回来，我们就是一起学习。家对于族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会是一辈子的避风港，所以学校不只是求知的场所，这里有更多的家人是随时欢迎大家回家。凤凰花开，不是分离，也不是结束，而是缘分的延续。因此，快毕业时，校内会举办一场兼具娱乐和运动性的趣味竞赛，让各班毕业生可以争取最后荣耀。加上每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把原乡的狩猎文化透过体能竞赛，让部落小朋友知道先人的智慧和生活态度。第一个射箭虽然不是传统弓，它的力量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让没有射过箭的人可以体验射箭这种感觉，可以体验原住民在打猎的时候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扛着野猪跑可以练体能，然后也可以体验到原住民是如何，比如说搬菜、扛山猪的这种情境。扛着野猪跑的时候，我们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大声的帮我们自己的队伍，就算别人的队伍被反超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帮忙加油，因为他们有运动家精神。扛着代表奋斗、拼劲、拼战的一个精神，向着一个向上的一个精神。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活动的目的是让我们孩子不怕挫折，不畏困难，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扬下去，把原住民这样的一个精神把它传承下来。
因为他在国小的时候所学习的是跟他的朋友 互相分享游戏学习读书，所以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因为他即使遇到心灵上有些困挫啊，或者是一些迷惑，他不至于会茫然，他知道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同学跟他的这个同侪。旁边的老师挥挥手，送走一批旧生，迎接一批新生，校园沉浸在开心欢乐的喜悦之中，而新生的到来让校内又有不一样的气氛，加上大人们还送上聪明智慧的礼物，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学习，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互相友爱。而在大城市中的原乡教育仍会持续进行不中断。